这是什么情况呢？老铁们，你们看看。看着。今儿个是不是不用花钱了吃饭呢？来呀！一会儿是不是可以撤了？天儿妈呀！天哪！这壮观呀，这是。吃点了呀？你玩呢？收。啊！来一顿。天儿妈呀！天儿妈呀！救命！我的天！哇，这是来多少人呢？今儿是不会上新闻呢？今天呀，天儿妈呀！天哪！拿着相机来的，拿着相机来的，阵势庞大。天儿啊！我的个天呀，瞅着我怪害怕。我这酒是喝是不喝呢？这酒呢？得喝，必须得喝。来，喝吧，他们。老百姓太不易了，干这事儿啊，真的。帽子叔叔也来了。没了，绝对凉凉了，这个车顶搞不起来了。揽胜揽胜，削的啥也不剩。我就是要爬，咋了？解决了，派什么了？啊，你派什么了？我爬抖音啊！你解决了？我爬抖音啊！把四斤八好。算了，好了，那你说我，别看，别看，你有啥意思啊？
你啥意思啊，哥们儿？我发抖音，别拍了，我发抖音，别拍了，我发抖音，我不让你拍。我手机呢？我手机，我自己手机，我也少不了拍，我也少不了拍。就不想让你拍，别拍了。我就要拍，你拍呗。我就要拍，咋了？有意思吗？你别推我，我推你了吗？你推我了。我跟你们谈谈我合同的问题，就是之前我不是说我的远征结束了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我们老大找我谈过话了。他说，战争胜利以后，你的合同才能结束，而且你身为一名情报指挥官，你有义务继续带领风暴 Z 队员做事。而且他们计划要把我送去带领风暴 Z 里面最恐怖的一个单位，黑曼巴。这搞的什么，连我自己都无语了。带就带吧，合同不结束就继续干，对吧？他也不是说那种不敢干的，咱丢不起那个人，不当逃兵。我手底下有俩逃掉了，现在在全力追捕，但抓回来的话那是必死无疑的，只要被逮到。所以说只能祝那两个逃跑的祝他们好运了。我呢继续，对吧？他们有血性，怕个单儿，干都干那么久了，再多签一两年会咋的，对吧？咱在这就是好好干。还有这个工作的问题啊，就是吃饭的。有人跟我说说我什么认什么什么作父来着。首先啊，你要搞明白是谁给我开工资，是谁给我饭吃。我回来你给我饭吃吗？对吧？咱说白的，说难听点，有奶就是娘。就那么简单，饭都吃不饱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理想？滚犊子吧！在这儿，我拿着超出国内平均水平几倍的人，我回来对吧？还得自己找工作，人家还不一定要我，所以我回来干嘛？而且我想了一下，对吧？在这里那他们说有些小伙伴跟我说老毛怎么怎么样的，对我们怎么不友好。我告诉你们，老毛他再坏，毕竟文化不同，他该给我的还是会给我。他们没什么坏心眼，就是有些事情呢，他们过了就过了，他不跟你计较。那相反在我们国内，他要跟你记在心里，恨在心里，还让你穿小鞋。所以我在这儿挺自在的，我有饱饭吃。有些小伙伴你们就不用劝我了，我回来没饭吃，明白了吧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
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